看你在手机上面操作了。对，就像我登我手机上，我登我 iOS 版的记录也是。等一下，我没有电了。会发生一个小问题是，如果我今天在电脑上面玩手机版，会有那么一点的不方便。所以我们的作弊方式就是，等我一下，千万不要学这个样子啊！这不是一个好榜样，各位同学。先看一下设定有没有设定错。好，没有。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不要在意嘛。哇，你看我这个打一个操作是不是？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用手机是直接上面可以直接点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点我的萤幕，我也只有一个滑鼠，所以我们就用键盘，我们就用手把吧。希望到时候在打实况组工会战的时候不要被发现，我会手通通放底下这样。就哦，这个好难哦，这样。